百零两百八嘞，来一百块来，一百块来，一百块来，一百块来。我一打开个啦，讲了一条颗粒啊，讲了一条，你要你自己小心啊。超好吃的，用煎的，用炸的，红诶，随便你喜欢做早餐、做点心都 OK。来一百块块嘞，五个吗？来抓这个嘞，来一百块我都。我回去找，不要笑了。阿妈，你还要吃呐？阿恁煮人讲啊。来一百，好咩啊呐？好来，来我来弄啊！来一个人十片。五个，卖完了。来，我现在讲一个最简单的，来，有没有人要到柬埔寨打工？先等八号的退休吧。我来，我今天我如果没有打得了，我就来我就来来来来来，有一口干点点来。哎，偷偷没完了对不？刚做偷偷。五楼啊，五楼啊，五楼啊。来，没有带头。全部都是中壳，这鱿鱼圈啊，一公斤装的，啊，你一包一公斤，啊，你这样能办吗？我会让给你，赶快拿钱，五个块钱而已，来两百块，五个而已哦，来一个，五个而已哦，快点哦，要买两块哦，四个，这样钱能办？一千东西我一包没能办？一千，这样钱哦，鱿鱼壳，鱿鱼圈，最后一位了，好，看那过来。好白吧？还有金爪金，一包两百，实在得袂得啦。今天啊，转播有空啊，你红挂掉，一包哦，差不多两百。想到柬埔寨打工的，一包两百得袂得。欢迎报名以下专线。我袂得一包啦，我送你一包啦，来过来，来过来，给。有一千两百块。可以啊。五个不是五个吗？来两百过来，来上不了。还大还袂记着，哎，有人提钱还袂记着无？好来，帅哥来，来你一包我来。好啦，不好意思，他抢很久了，我没有给他收钱。而且不好意思啊，阿彪哥有机会看。好嘛。来啊，无迪卡扣我啦。迪卡扣啦，哦，食较好诶，即王记诶哦。王记诶，王记诶哦。王记，你买包买过无？台中大厂，这一场老师一专门在做啥？做年菜，所以他的东西我们可以做口碑，可以做保证。这底下贡干暖暖你擦好，而且他的是蜜汁口味的哦，蜜汁猪脚非常好吃，来我爸过来，五百块来，王记食品蜜汁猪脚来我爸过来，直接可以能包登一下来，加热就好了，不用另外再煮了，来我爸过来，蜜汁猪脚我爸金。两三四五个人给吃，减一个老一分老我。来，我爸过来，阿贵来了。这个好吃。来，我爸哦，你看喂。这个好吃。喂，主播阿贵啊，都家己在老菜吃啊。讲真的啦，我爸看看在吃。哦。乖，你来呀，来我爸我。我被落来呀。这个真的好吃。我跟你讲，一人揢两包一只。我阿卖卖你五百，阿免死啊五七百，但是钱今仔今年多进两三四个人给你，来三百块我就三百块，黄记秘制猪脚，这个一包刚好，我老婆跟小孩三个人一餐刚刚好。你网络看我的人客安怎评价？那个猪脚啊，网络看秘制猪脚啊，最后一个，我跟我老婆还有小孩三个人一包刚好一餐。好，你一个鸟。一包吗？找一包，这一包好吗？来一千个，来你三个，啊你才一个币啊，来一千个，我来讲啊，其实迄两包吼，三包足俗啊，来你三四个人过来干活，来搁四点五十个哦。你再做几个摆好卖啦，我要等来啊。好，再见，拜拜。今天了，今天了，今天了，我这来就去呀。好，你拜五你刚刚。我你刚上回了。买啦，需要啦。来，有买猪脚的举手，就网路特价哦，我现场赶快特价哦，你一样没得，中国谢谢。他有跟我谢谢的。我有跟你谢谢，没有跟我谢谢。安旺是我给本，不一定要配白饭，配米饭。阿叔笑啊，阿弟啊，我网路安那边现场的安那边的，那我就可以了哈。来，阿米家包好给我来，我准备等你你讲啊，今年呢，伊人产水也袂压水的，产啊。水源，这平地啊，不要水源在啊。
谢谢啊，来回击牌，来花痴牌，有一位，来谢谢，来要吃帝王蟹棒，尽量看起来淡季呢。我这个真的卖得好便宜，你们不知道我卖多少，来一人一份来200块了，等大波了，来四鸡，来六鸡，来八鸡，来十鸡，你讲啊，人我唔知我几鸡就买两份啊，以前唔知啊，大家拢知。来十二支、十三支、十四支、十五支，卖你300都无过分。这样卖15支哦，来200块来。帝王蟹的棒，来200块，几个客人要吃的，这个解冻就能吃的，偏偏嘴上吃啊！你买蛋干煮，煮买煮汤，啊炒饭炒面买蛋类炒，这色个啊！啊你若要炒唔忙炒香菇呢？要炒饭炒好，炒面炒好，再甲加落，卖开阿数。烧烧啊，加辣两个，安尼就好啦，就烧啊。来，200块也要吃。四个，来，帅哥也要来。为什么想那么久才知道？你多少碗过年哦？来，又台湾吃啊，会留恁了。来，谢谢，来。你咪叫挂瓦布啊？手袂酸呀？来，客气。你不要加钱。兄弟啦，我鱼啊带来了，别钓啊。江江要看看商品的话，去新打港哦。新打港哦。新上恁了，安尼几千块开开，你们看这个。你没回报，你绝对管。来鱼能弄我来鱼呢？来来，我叫我看，我知道很贵。我本来订鱼两个，因为鱼两千块贵啦。现在真的很贵。星期五是礼拜三跟礼拜日早上8点。为什么贵？因为我这鱼都是福气鱼呢。福气鱼真的有福气鱼哦，但是进福气抓不到了。福气是外国才有，我们台湾没有。它是寒冷国家到中医啊，哟，来，我要吃，你吃，你叫福气，你发音叫福气，咦，安尼，来，讲笑就无路用啊，讲过无滴的，你怎晓我英文造诣偌好啊？来啦，这三条，讲真的哦，差不多400吧，这三条老师一百，这个都浪费的，我系白人尔啦，这个还唱回上路尔，请讲水，请讲情，请你放，请你来，请请请请，你又够了。来，我是对对对呀，搞呀，后来才发现出去长什么样子。是我听出去卖多几条条啊。来，我们讲高科酒局，这个是真的哦。来，黑人来，他的名字就知道，真的就叫。我的黑人500块来。我讲今天我黑人不来赚钱，但是恁两准备起来卖拍摄500万，几条长。来500嘛。四条绝对买不到500啊，一定是什么过600块才买得到这一盘。来，我爸红球姐妹鱼能买，我爸都蓝煎鱼。你个宝贝，我好穿起挂几千哦。因为我知道这是鳕鱼的一种。鱼能买得卖我几百啊？斤能三十五个六斤的，几万斤的，讲今天好多我不要。对，这个叫鳕鱼的卵，没错。来，我爸红球鱼能500块，一人拿一盘，有5条，不是3条，不是4条。来，500块有了哈。是便宜的啦，不可能再便宜的啦。有，赶紧买给你准备起来哦。你去问问诶，你的肠外形能不能吸收啊？大条都比细条呢，来归位好。赶紧去到边头。虾啊，拄啊三无买着虾啊，无买着虾啊，赶紧，等下我这边。来归位来，有水无？来300块，两个人加买着，归位来300块。来300。对，请。这猪腿不会好，弄不下来，两个人给你，不啦，来三杯，这两杯，这两个人给你弄杯杯，看你猪腿。很多啊，那个我都尽量拿来煎煎切片再来三杯，来两个人给杯杯，都不啦，归一位来，300块来，最后一位，请下后下来，被打成三红就吃着一不小心，300块最后一位，归一位。不啦，等你啦，等你啦，对呀，你卖紧张啦。今天做无工过了，再来300块过一位，最后一位喽，三百过来要吃无？要求这堆300块真正无人敢入钱出来咩？300有啊，我这啊二啊五好不好？两包，别，你青菜我青菜，好紧啊！来，帝王蟹棒包好啦，千万别来分啊，啊这是几包？美式餐厅才吃得到，全部都给我了，变七道的。来要吃美式辣鸡球，好吃吗？这里人的诶，人西洋餐厅到我，中国餐厅做的美味啊！哦，中国餐厅它是辣的，它是原味，叫夹烧鸡。这个叫美式辣鸡球，帕布啊，帕布啦，帕布呀，帕布
怕无声挂耍挂乐开怕无用的这个。来，两包一公斤哦。我跟你们讲，不要买五百了，别看切回来，三包给我来。美式辣鸡胸真的很好吃。大哥刚讲啊。拜拜。来三包，九姐妹来，美式辣鸡胸，你站着绝对这么吹花。几毛钱呢？几毛美呢？你这还缺花不开钱，对不对？真的哦，每次拉去求求姐妹好不好？来沙发过来。这大臣的哦。今天我这大牌煮的，我这是十牌啊呢。几公斤两包装起，三百，免给你起价，你要我得。啊，倒啦！这间我卖掉啦，无前途啊！一四五五，两个来，两百来，200块来，美式辣鸡球，倒啦！这个怕苦，会美式辣鸡球，但是不会很辣啦，不会很辣，不会很辣。就像我们吃那个鸡腿堡，哦，有辣的那个，一点点辣而已，还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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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几家做微信啊？你平常时要不来吃一下，不过吃一顿就好吃，今天够平。来200块来，来无必要紧来吃啊！来200啊，美式辣鸡球，这边够人无看到无？拢看到吼，来个两个也袂紧。来200块美式辣鸡球，不是一包200，是200嘞。不是，还有你们记得，我记得还有很多。对，不过进口的应该都是切成一块的。来200块，我比较少啊，搁请恁秘鲁的好哦。来，我准备轻松挂嘴啊嘞。来，阿美看到物件200来，200块，真的好吃。台湾没有进口的，台湾都是一块。准备了哦。来，我买辣鸡球的呀，就没有买辣鸡球的，让你试试。供辣的，他们小朋友不敢吃。大人吃啊。我跟你讲，凡是囡仔以后食比你较香的。有啊，大人吃啊。我嫁进来，唔敢食香哦，食到这讲好，我还要吃。哎，亲戚，囡仔你无吃，伊唔知伊爱食这，一两三四五六七，我后边拢无啊，规气买了哦，互你试吃啦。七个人加你，咱买一包外斤，但是后头无卖一包啦，一包就是200，200就是300。现在你七个人加，没有喽，后面都没有，我才会吃这种事。试吃来一包给我的，100块，美式气球来100块来。没关系，小家庭小冰箱，我你请假，熬到我这个机会啊！来，去办过来。美式辣鸡球，谢谢大家，收起来了哦。哦，好。来，后面好了，来小姐姐。你要什么？叫谁买？在哪边？什么名？你给我讲我才丢。阿伟啊！哟。谁来啊？有了，100块都拿到了哦。好，谢，我全家了，我给你买。来，地板，放来。来，你看阿伟啊，你耶！来，帝王蟹棒谁的？来，赶快，帝王蟹棒！哎，我买两份的来，这个真的，一份哦，你吃不够了。来个铁上 K， 铁钱要不要 K？ 帝王蟹棒上倍啊，上嘛！好喽，他的四个而已，把我的有弯东。来，别讲，拭目以待，来。这个我就不介绍了哈，三个客人来，200块来，200块来。来抓边来，鱼有一包就180了，一斤重都没有刺哦，没有刺哦，没有骨了，也没有皮了。石目鱼最贵的就这两条，除了鱼肚之外，还能吧？来，最好能没来鱼柳，能吧？还有两个，因为这个有刷。最后两块鱼柳，来能吧？过来。能吧？好，请吃好吃，你上来多好吃，来能吧？过来，以前能包上班，来能吧？过来，最好能没来给。石目鱼柳还有人喜欢吃吗？鱼柳200块都买到了。哎，你有现在半个月？是的。对。你老婆喂，给我喂。来。哎呀，这人要还路的，不来去了。上面吃人皮嘛，咸水的，来500好吃的都。啊，订好了，你啊订好了，拢开好了哦。总，我要经营餐厅，我最近要开餐厅，我搞我买车尔，我要等于试车啦。哪有车以后搁要叫回啊？你来500块来，免啊！我餐厅嘛，免开啊，免啊，你唔免来啊！来500块来，500块，来500，几只？我送回家无？7只啦，7只，来8只，好只，别臭头，来9只，来500，几位都？来10只，来500块，我不可以卖两个，卖一个尔，来500。
太好啦，拢太好啦，咸水的八足鸡足油，五百块。一个买倒，来拢我哩，来五百倒。一个人加买倒，来五百块。三个，花队，五百块。五百块。哎，可惜。五百块，顶个五百。五百块你可以无？好抓啦，这边要叫吴国宇，要公包落北吴国宇，来四百块一个客人，中包了，通包了，一只不到五十块了，来四百块，都给你喽，没有喽，吴国宇冲去，别冲啊喂，四百不要咩价，四百，准备起来牙签，哎好啊，准备起来牙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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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三百块一个客人，三百。老爷，老爷，好来哦，谢谢。我现在请假，别停，你别飞。来多绿三百块，最后一个客人没有了。来三个人给杯，一包一公斤，给你两包，给你八包，八百八包杯，来七百块的，一百块的多绿，我要存三包两包。来小姐要哦，小姐刚才就知道我卖三百了啦，我没有卖一包的啦。来一百块多绿，最后钱来给。大姐，我啊，哎，你请客来。有吃鸡腿、酥蛋、豆蛋、花水杯，来多你一百块，最后什么？有啊，最后什么？好吃哦，就用煎的、用烤的、煮汤、红烧肉，这个你买不买？不用买嘞。哎呦，来一包吗？这一样会吃八多鱼。赞嘞。你不吃鱼吗？不吃。他好吃吧？阿伯哦，阿伯，我冇吃菜，来，你个翡翠花嘞。哦吼，这寿司也蛮三香。你吃菜，我冇办法当队伍里啦。来多你两百，来一百块，最后什么？最后一包，一包无味，来一条花，好来，小姐，你叫来装包，来，我发生一包无味，我一条花，来翡翠一盒85块，来两盒170，来你们吃翡翠能包过啊？200块了，翡翠，哎、欸，这含铁质很丰富呢，等于猪藤哦，大力水头一些，翡翠，把位起来能吃别能包，能吃别包我都，我要吃九分了。金龙沙酒，我要切两个，今天特价都拍卖给你们了，能不要能包？别包，来七八货完的，100块的翡翠，这是很贵呢，你们能还掉吗？来七八货两翡翠，阿你比一支就好啦，比两支是好的。来翡翠七八货来，这没有沙子的方便，哦，回去煮汤就可以了。来100块来，来下面给你哦。来七八货来见翡翠来，小姐要哦。来去办，都没人发现啊！来去办，后来可以改变一下。来弄完了嘞，翡翠最后两位了，100块而已。要看菜色，大姐你好。来100块，最后一位喽，没有翡翠喽。我可能两天办，我陪你去办，拎个蛋呢。来100块，来小姐要来，这个真的很营养。大家好，帮我。再过五米，翡翠。来，鸡腿是不可能啊！一个谁让他睡嘛？不可能没要凶。你别查我呀，查多啦。嗯，公公出来，阿不然应该对。兄弟哦，我无药啊。干你啦！我发誓帮你我，我安定给你招。来，别吃食个啊来。怎么招恁哥？你个臭你哥！会当招几个啊？招招招几个啊？真的很甜哦。要看哪一边，直接剥开就很好吃了。要看哪一边的菜色，以前要抓起来。那再吃一个，你前面那个吃的。八两个，8个客人而已，总数哦。一份是卖500哦，今天不要卖你们500，一人几份？九班的退过来，我看你九班的集中。来，要吃虾的来，免500，免400，一人几份？来300块，300块来，要吃食虾的钱，你们变成太慢了。太慢了，太慢了，我好。食虾我当作青都卖恁啊嘞，300块要卖金钱哦。哎，你滑稽来。外国人说笑，我只卖一次而已哦。不认真上课，被我抓到了。来，一样8个客人，这一盘是4个客人而已，全部可以卖8个客人，好，100块。没啥吧，要吃食的，真正甜的，你看怎样？你看人家小许上礼拜多会吃，拿吃，看到马上拿菜，拿白就好吃，吃顿甲出锅搞，你个饭顿来搞袂完袂完，笨啊！我看美丽姐的介绍，没500、300，来200块嘞。我出烧虾的200给我。天哪，这是这个黑啊，怎么样换200块出来了？你们喜欢吃的最好买2份啊，200块我是不得卖啊，来200来，8个客人出而已，对啊，这半四个人客俩，你不用烦恼。好，来200块来，来小姐来，不好意思，谢谢你。
啊，你们可以站进来一点。站起来，站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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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哈，手下200块都有了吗？人包括你放心，你站起来啦。你站起来，站起来，你不用怕，我们叫守护神的。哎，后边我们武龙公这大尊在后边，啊，还有佛祖。啊！做事工，玩水拢在后边咧，保护恁男士行啥？来，叫你签谁的？你叫我吼。来六个。来，收下200，最后两位了。你不用担心，就是4个客人分这一台。哦，有几台人可以挂后边，分我领得来全部。收几个？六个而已。那包两个的就对了。来，鸡腿酥，跟妹妹，领导干杯无？就一包爱买啦，讲真嘞，差不多我买一包200块啊。做侪人讲，啊无我加买寡，较少外好，我上好哩。但是你啊订个人来500块，我来寄全数500块来。大哥，我真正一包200呢，我已经卖2礼拜，因为我当真起价，你都五百嘛。3包是6包，这真正好吃哦。这边香，这边香，你看装黑的香呢，来这边香，而且这是1公斤，来3包200，来500或者鸡腿酥，这个不用等了，不可能这样卖你们，来给推收来，普通小白猪的，来500过来，今天我等下有够秀的啊，3包200上得去啊，来500过来，普通的鸡腿酥超好吃的，来500块，我来不叫，都买了，给推收，好虚哦，这多贵啊，我感觉今天秀。我一包200都好卖啦，但是我要拼较紧的，你有咧？靠，人要买2包都，是吧？鸡腿酥有人喜欢吃吗？想不想吃？他没有人吃呀。我还讲为什么大哥我叫你500就买500不？你吃我鸡腿酥已经吃半工一工都有啊，真正好吃的对不对？你买盐酥鸡都无吃最好吃，真的，鱿鱼也足好吃。每一包7800，200块。公斤的啊，我要打折卖你们，我都有点打不下去了。大哥，买3包吧，另外我那边你3包的介绍，免500，免700，一包卖200，来800，8000170来，这样每一包7只，了解？我给不？我给了，170你要退的给你说，来龙华啊，170块。啊，你要买3包没关系，500块。一包就好了吗？真的好吃哈、啊！下次来一包，我是卖200。一点点就50块了。好，抓一包，我是给200块啊，一公斤啊，来170到了哦。说真的啦，这个不可能这样卖，一包卖200块，我卖你170，搞太赢啊！等一下就被我打了。今天啦，一包170，这是要卖什么鬼？懂我啊？我调班哥找你查查，我来白包不啦？好啦，就放卖卖好了。黄大帝王雪棒，这样嘛。黄雪棒是卖过了。好了，好了，来就放集中的。来，别讲帝王雪棒，再一次哦。刚才买2份的不要再买，除非哦你要送人家。不多加，别送客人吃的。这家他多爱上，我查别上。叫你拿钱拿钱一张。鞋啊！会当配鞋啊？你刚才挑多少鞋啊？吃完吃少。我你规路拢未无聊，拢未照顾，拢未爱困。来6条200，来8条200，来10条200，来帝王蟹棒。来来来来，要希望啊，时间无济啊。来，这里还有5。